慈济美国总会走过32个年头，回顾这些年来的天灾人祸，有需要帮忙的地方，慈济人一直都在。31年前，1990年初参加慈济的之后，我认为这个才是真正的是有生命价值的生命。回顾我自己生命的历程，其中有许多的转折，最感恩的是转进了慈济这个大家庭。一段时间过后，大家都很安于现状。全美慈济人线上共度周年特别时光，临界慈济美国总会执行长交棒之际，除了感谢，也立下期许。过去两年呢，真的是要非常非常谢谢所有的慈济的会员啊，或者是我们的志工，还有跟总会的这些同仁们，好，大家在一起，让我们整个慈济的事业呢，可以很这个圆满的在运作。接引跨族裔的不同种族宗教老中青三代的人进来加入我们。浩荡队伍绵延，每一步都无比坚定，象征志工爱的脚步继续踏实向前迈进。大爱新闻，真善美志工，美国报道。